Hertz 6.1A 亦都係啦，有個 setter 俾咗你，呢度有個 120度 啦。咁佢呢今次有個資料係喺幅圖上面冇顯示到嘅，就係個 RABC 咧係等於6π，即係話咧呢一度係6π cm 嘅。咁我 highlight 翻佢啦，呢一個位咧係6π cm。 咁然後啦，今次叫你揾咩呢？通常都叫你揾 unknown 㗎啦，叫你揾返呢個半徑係幾多 ，OA 係幾多。咁你 part A 呢，用返條式就可以㗎啦。咁就變咗呢，arc length 就用返 arc length 條式啦，就係2π r 乘返呢120度 over 360就會等於6π 嘅。咁呢個 OA 啦。咁你啲 π 約晒之後呢，就變咗係9啦。 有個單位嘅9 cm 咁然後呢 part B 呢就揾個 area 出嚟，咁 area 呢就用返啦 pi r 2次乘返個度數除返360，即係咁啦， 120 over 360，咁呢度三分一嚟嘅，咁呢個擺返個9落去啊，咁就變咗呢係81除返3，27個 pi cm 2次。 但我用 pi 表示啦，儘量都用翻 pi 表示嘅，因為萬一佢要計埋有個 c part 嘅，咁你都可能攞個準確啲嘅答案。儘量就唔好撳機啦，如果撳機嘅要有三位有數字 three specific。